累，你累不累？这比拍戏累啊！我要老根有根筋儿绷着，这孩子的事儿。你带床单了吗？给孩子？我给他带被子。嗯。饿了吧？还行，我在中午回去说生火吧，一屋子烟，我堵了。反正接上来了，咱们呀就把这给踏踏实实给做好了呗。啊，其实对孩子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。轩轩呢？太小，三岁多小宝贝儿呢。对。而且是俩人照顾仨人，比一个人照顾俩人好多了。那可不嘛。哎，史明同志，任务艰巨呀。师哥，嗯。我就说你为啥？我坐在楼上，你要不要去参观一下？你带我去看一下吧。我带你去，我都懒着上去。我那个。至于什么那炕多大呀、啊？嗯，从这儿到那儿、睡15个人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是吧？我说晚上你跟康康啊，嗯，就到那儿，大炕，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我们俩睡这头，你们俩睡那头，中间还隔了20米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就别闹了，不是就这么定。不行啊，人家这头就弄好了。不是，就这么定，要不热啊，晚上孩子没有，晚上这儿特凉快，人家你看这风景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但刚才康康还说呢，说刘烨叔叔那个地方，我宁愿住在他的洞里，有门有窗户还有屋顶。行，你看吧，师哥。嗯，行。刚才他们说我接到任务吗？啊，接到任务不是让打扮用葡萄打扮自己吗？我在你这打扮好不好？行啊，咱俩一块打扮呗。啊，完了就是你告诉我美不美啊？嗯，现在拼的是创意，就是现在是。idea 拼的是 idea， 我也弄吧。你给我弄，因为你是这个你是艺术家范儿的嘛，你就别弄太花花了，鼻子里边一人塞一个大葡萄粒儿。滚。走。谁不服？谁也别笑啊！啊，谁也别笑啊！啊！人家一看，老乡一看，这都是这什么妖魔鬼怪啊！你想住谁家？随便你。去刘烨叔叔家住去？嗯。啊？对啊。跟他拼床？我觉得刘烨的手气挺好的，我觉得他那房子肯定还是不错的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天哪！哎呀，烫着我！我一直关注你的动向啊。他们说你是个已经是厨神了。这帮人太坏了，这帮人。
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小好几次。